管先抽啦，抽了再说，看看会怎么样。所以歪也会歪出其他的，我看就是什么比安卡、林奈、福华，还有什么雅斯拉奇是什么？没什么印象。我很就是开抽。所以我看要么抽到碎骨兔吧，尤其是武器啦，尤其是武器，尤其是武器。欸，有了有了，是不是可以不用抽了？这样武器妈十抽直接出来，就是这一把啦，没有歪直接出呢。我外面雨声好大啊，突然一阵暴雨。但是该怎么说，圣痕啊，我先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雷消进度如何。290，如果我们抽到350，我看好像还不行。再十抽，我看这边差多少，19600，这是差多少，1400是不是？1200，怎么会这么奇怪的数字？因为我抽一点吗？我看我们在20抽的话是多少，还有19000，19可以可以。不然我们在20抽，或者是说妈十几抽，然后看说哇，这个东西要350，比这个还要贵，比服装还要贵，这个服装也太妖了吧。原本有这么妖吗？有。最弱の英傑は嘘じゃないから。我想一次把它凑满，我想一次把它凑满。对啊，这个人偶自学零件不划算啊。现在看起来最划算的就是特点兑换券和这个，可能剩下的就给他 all in 一点或是什么吧。对啊，因为这个太不划算。那我们再补个，再抽一下好了，然后再算一下数量，再算一下数量。重置 UP 装备，我不用。圣痕中下其中一件，其实也是可以。不是这个钟啦，妈这个钟已经妈四五件了，哇这个那是四五套哎。遇事不决，我打小卡来解决。哎，太破了吧这个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容易抽到浮华，那个这样差多少？还是差2000哦？怎么会是2000呢？越差越多，2000，那就没差了，2000那就直接再十抽就好了，一件就好，中下一件，其中一件。等一下，哦，想说，差点以为抽错词了。下一件，好，有了，谢谢各位 ，Yeah， 我们 High 2 毕业喽！那我有35000喽。那这样，我们战场是不是妈还要再打一次啊？我们战场是不是还要再打一次啊？370，我们战场是不是还要再打一次啊？怎么不先抽再去打战场？真是的，图 ，all in 没有。没有要抽的理由了啦，没有东西，没有要抽的理由了，是不是？
没有动机，我们还要存给下个版本那个叫什么雷律的武器，还有什么格雷修的武器嘛，对不对？雷律的武器